位，由于玲珑干扰器的信号干扰了异虫之间的通讯，查尔的虫群现在正处于一片混乱之中，让我们的舰队能够进入行星地表，但是在主宰周围还存在着相当数量的防御部队。 Alexei 是对的，干扰器果然是胜利的关键。如果我按杜兰的建议摧毁了这台机器，我们就不可能有现在的局面。总之，时间紧迫，上尉，我们赶紧办正事吧，以人类之名把主宰干掉。注意，上尉，我们的感应器发现了三只脑虫，它们组成了主宰的核心防御体系。每只脑虫的独特能力还不清楚，所以你必须非常谨慎。派遣你的部队，别放过任何一只异虫。只要你找到主宰并消灭他的防御部队，受过特殊训练的医疗兵就能用高能神经毒素来干掉这个生物。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我们的胜利成果。另外，杜兰也还在这里，据我猜测，他的叛乱才刚刚开始，要小心，并祝你好运。我敢肯定，这将是我们最美好的时光。报告，什么事，长官？基地遭到攻击。长官，我们的武器根本无法触及那些潜隐机群，我猜那附近肯定有脑虫在给他们提供大量能量。SCV 准备就绪，长官。待命中。报告。有人呼叫我吗？准备就绪，长官。有命令吗，长官？有人呼叫我吗？哪儿疼？
请讲一下你的急症类型。明白了。SCV 准备就绪，长官。目的地是。有命令吗，长官？任务完成，长官。附属建筑完成。目的地是。SCV 准备就绪，长官。什么事，长官？高王瓦斯。任务完成。高能瓦斯不足。什么事，长官？命令已收到。建筑完成。SCV 准备就绪，长官。什么事，长官？明白了。SCV 准备就绪，长官。任务完成。附属建筑完成。请下令，长官。指明目标。附属建筑完成。SCV 准备就绪，长官。命令已收到。收到。任务完成，明白了。报告。SCV 准备就绪，长官。基地遭到攻击。请下令，长官。有命令吗，长官？任务完成。你的部队正在遭受攻击。报告。命令已收到。任务完成，收到。准备出动，目的地是正在进行。报告。SCV 准备就绪，长官。你的部队正在遭受攻击。马上，长官。
有命令吗，长官？命令已收到。报告，你的部队正在遭受攻击。命令已收到。建筑完成。目的地是，很乐意这么做，长官。明白了。部署建筑完成。长官，报告，任务完成。高能瓦斯不足。
航舰准备完毕。附属建筑完成。所有船员到位。任务者向您报告。什么事，长官？任务完成。什么事，长官？有命令吗，长官？想尝尝我的厉害吗，小子？基地遭到攻击，附属建筑完成。什么事，长官？你打开呼叫频道。想尝尝我的厉害吗，小子？请传授指令。有命令吗，长官？任务完成。你的部队正在遭受攻击。想尝尝我的厉害吗，小子？你好，指挥官。有命令吗，长官？指挥官，待命处，我们得走了。想尝尝我的厉害吗，小子？你的高雷正在遭受攻击。你好，指挥官，就这么办？升级完毕，准备就绪。升级完毕。报告。准备出动，请下令，长官。没问题，快点。你的部队正在受攻击。你好，指挥官。基地遭到攻击。请下令，长官。基地遭到攻击。
件准备完毕，交火。所有船员到位。收到通讯，别着急。收到，所有船员到位。需要更多补给站。报告，我不能在这里建造啊。什么事，长官？你打开通讯密道。现在发生危机。你好好指挥官，设定航线。能量。你的部队正在遭受攻击。需要更多补给站。明白了。有命令吗，长官？马上，长官。打开呼叫频道。设定航线，就这么办。你打开呼叫频道。部队正在遭受攻击。你好，指挥官。升级完毕。所有船员到位。报告。升级完毕。需要更多补给站。收到通讯。有命令吗，长官？收到通讯，您好，指挥官，交火。有命令吗，长官？交火完成。收到通讯。什么事，长官？报告，任务完成。任务完成。战略巡航舰准备完毕。报告，有命令吗，长官？你好，指挥官。任务完成。就这么办。所有船员到位。就这么办。设定航线。就这么办。所有船员到位。任务完成。战略巡航舰准备完毕。部队正在遭受攻击。马上，长官。什么事，长官？
正在遭受攻击。收到通讯。你打开呼叫频道，叫他们。基地遭到攻击。所有船员到位，设定航线。报告，马上，长官。收到通讯。明白了。我正在遭受攻击。巡航舰准备完毕。你好，指挥官，叫他们。能量不足。你好，指挥官，收到通讯。你好，指挥官。长官，我们干掉那只老虫了，短时间内我们应该不会再碰上那些难缠的雷兽了。附属建筑完成，所有船员到位，别着急。有什么可以效劳的吗？收到通讯。说吧，总部，正在运输。总部，等等。有命令吗，长官？目的地是。什么事，长官？我在听。坐稳了，前方有气流。收到通讯，所有船员到位。收到通讯，交火。你打开呼叫频道，所有船员到位。收到，所有船员到位。说吧，总部。系好安全带，小伙子们。什么事，长官？我的部队正在遭受攻击。
和攻击。好，指挥官，交火。战列巡航舰准备完毕，叫什么办？所有船员到位。各部队正在开始攻击。交火。收到通讯。你的部队正在遭受攻击。哪儿疼？明白了。上尉，我们到达了主宰的筑巢区域范围，可以随时派出医疗部队了。长官。你的部队正在遭受攻击。收到通讯。我在听。坐稳了，前方有气流。没问题。目的地是。系好安全带，小伙子们。正在运输，总部。系好安全带。所有船员到位。正在遭受攻击。输入坐标。预定轨道，一切正常。坐稳了，前方有气流。收到。正在遭受攻击。你好，指挥官。上将，我想给你介绍一个人。主任，你个该死的叛徒，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德格尔上将，我听说过不少关于你的事。你是谁？你到底是什么东西？我是 Kerrigan。 你在这里杀死的异虫和你们所捕捉的主宰都属于我。至于我们共同的朋友德兰中尉，这么说吧，上将，这个星区中有几个组织都对你在这里的行为颇有怨言，我和我的同伴的目的就是让你的统治早早结束。这恐怕会很难，你想多了，毕竟我能直接干扰你对异虫的控制。啊，你是说那个灵能干扰器吧？它坚持不了多久的，上将，我迟早会毁了它，然后我就会让你看看异虫的真正实力。哦，对了，上将，你的朋友 Stukov 可比你强多了。很高兴你帮我省了除掉他的麻烦。
invention of this terrifying race once brought fear to all who heard it. But now we can all rest easy, as our own forces now occupy their very homeworld of Char. Months have passed since our initial confrontation with the Zerg, and now Directorate forces have taken control of the planet Char, long since rumored to cradle the malevolent Overmind of the Zerg. The Overmind itself, an enormous living brain-like entity, dictates control of all the myriad Zerg forces, and it was believed to be planning an invasion of the Earth itself. Once on the offensive, our highly trained Directorate forces were more than a match for the beast-like Zerg. Even their fiercest warrior breed could not defeat the greatest military technology in the galaxy. The Zerg forces on Char were completely decimated and their losses were tallied in the millions. But all wars have casualties, and while Directorate losses were minimal, the fleet's Vice Admiral Stukov gave his life during the final valiant assault on Char. Memorial services were held aboard the Directorate flagship Alexander. Vice Admiral Stukov truly knew the meaning of sacrifice. Yet his sacrifice was not in vain. The Overmind itself was the prize of the battle. Even now, Directorate psychics and powerful drugs are keeping the creature pacified. The Overmind will undergo extensive research to ensure the continued safety of the United Earth Directorate and of all mankind.